朋友为出道，朋友嚟着数。今期有咩新着数？等我话你知啦。根据行政长官批示，营业已经满一年而且符合其他资格的中小企业，自3月10日起的6个月内，可以向经济局提出中小企援助计划的申请。申请期由2020年的3月10日至9月10日。符合资格的中小企业主可以透过网上提交或者亲临经济局服务店递交申请，并且可以透过经济局网站了解计划和网上提交的详情。政府优惠就讲完啦，咁仲有咩优惠啊？仲有好多饮饮食食的优惠。例如連續3年榮獲米芝蓮推介餐廳的李家菜推出外賣折扣優惠，共抗疫情，食惠街坊。外賣自取只需要700折，配送都可以有800折噶。上海富春小籠包推出在家抗疫優惠，滿60元就可以外送到家，並享有85折優惠。如果配送時間超過45分鐘，更可以獲得66折優惠。西式南旗海鮮屋招牌波子壽司抗疫價只需要38元，深海醬爆海鮮拼盤只需要99元。堂食更加可享800折优惠。澳门友善现正推行免费宣传计划，只要将你想宣传的内容通过呢个 QR code 发俾我哋，即刻可以参与呢个计划。目前已经有超过过百间中小企查询呢个计划，有近50间公司已经成功刊登。如果有任何查询，欢迎致电28655。今期速报就到呢度，想知道更多优惠，记得继续留意澳门友善全民优惠速报。下期见。